哎，也不知道林真的配方我能不能复刻成功。试试看吧。你在叮叮咣咣些什么呢？啊！小心点儿！哦，不会煮糊了吧？怎么可能？这两个菜对火力和火候的要求可是很高的。鸡丁需要用1000度大火力进行爆炒，汤呢又需要用精准的文火进行炖煮，火力火候既要猛又要稳。 有本大厨掌勺，再加上文武双全、便捷高效的华帝鸳鸯灶，怎么可能会失败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别闹了，好香啊！我就说吧，果然火候精准，才能熬出美味汤底。正宗的南秦那一碗好了，还有我的独家秘制小菜，快来尝尝。如果你也有什么关于美食的温馨故事，不妨一起来分享吧。哼，文武双全，便捷高效，华帝摩尔鸳鸯灶。